那些岁月曾经在你脸上留下的痕迹，只能说我爱你。妈，误会不可怕，你可怕的是拒绝化解。我真的想你，我试着去努力不让你会担心，谢谢你无私的给我勇气。虽然我妈到现在还没有松口，但我和雨晴都支持你们俩和好。我心里想着你，却不能紧紧抱住你，每次听见你的声音就想回到你的怀里。你给我所有的鼓励，保护我不会受委屈，但你却儿子不希望您用恨来填补这三十年，儿子希望您幸福快乐。半天了，用没动静啊？他今天有台大手术，应该在忙吧？哎，你别说啊，咱们空政组那几个小姑娘，那男朋友是早早的就候在机场了啊，衣服都没换就给拉走。你说你们家这徐医生吧，反正我是没见过他接机，你说你是不是得好好调教调教？那他忙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救死扶伤，要天天来接我，那我还不喜欢了吗？真是听不得儿一点他不好哦。哎，你下手术了？我跟你说，别怪姐们儿我没提醒你。你说到现在连证都没领，你说你是不是得盯紧点啊？哎，高雨晴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一回信息就找不着边儿了，让你乐的。你说我这两个手方便、啊。行、啊，我给你做人肉导航、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哎呦，哎呀，没想到在有生之年啊，我还能在关机长脸上看见痴汉笑。啊啊！痴汉笑啊！懂？那给我看看。哎呀，瞅，没说啥，就问候一下。还不好意思哎，这是。啊，来了！小兰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有一个人，我想让你见一见他。谁呀？你好，秀兰姐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来干什么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，秀兰姐，当年的事儿，我想亲自来跟你解释清楚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也不想见你这个人。秀兰啊，赶紧走，你们走，你们走。秀兰，我要是专程飞过来见你。你什么意思，高经理？还专程？干嘛？我敲锣打鼓欢迎他回来，他算什么人？走走走走。秀兰，你听我说一句啊。你心里面的那个结必须把它打开。我想跟你重新来过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听一听他怎么说，好吗？当年我知道我老公跟我最要好的闺蜜出轨后，我的天都塌了，我不想活了，我想自杀。我跳楼被高院长看见，是他救了我。他知道我的情况后，他一直在开导我，
安慰我，他说了每句话都是那么的温暖。那段时间，他成了我生命中的支柱，我特别的依赖他。我希望我每天都能见到他，我希望他每天都能跟我说说话。你明明知道，他有家庭，结婚了，有老婆孩子，还跑到他们单位去闹，跑到我们单位去闹，跑到我们家去闹。知道不知道？你这样就很不要脸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当时我也不知怎么了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一门心思的想跟高院长在一起。我明明知道高院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关心，我自欺欺人，我活在自己的幻想中，一直在闹，闹到你们离婚为止。我以为这下我有机会了，我拼命的去找他，纠缠他。秀兰，这就是当时我们离婚以后，我选择去员外的主要原因。我当时只能选择离开，越远越好。后来，我家人发现了我精神有问题，就把我送到了国外。我在国外也调整了几年，精神状态好了很多。我也重建了我的家庭，我结婚生子，过得非常的幸福。我也怕我的老公知道我过去的一切，所以这些年高院长找过我这么多次，我也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躲避他。今年我看到了一封邮件，是高院长发过来的，说儿子要结婚了，他想在他儿子结婚前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他想和你一起参加儿子的婚礼。秀兰姐，这么多年我知道我错了，你们一家人应该团聚，所以我才鼓起勇气回来见你。秀兰姐，高院长，我对不住你们，我破坏了你们的家庭，让你们离了婚。我这次回来是真心实意的求你们来原谅我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原谅你。你的家庭破裂了，你无法面对了，你就疯了一样去拆散别人的家庭。我永远忘不了你跑到我们单位把怀孕的化验单扔在我的脸上，大庭广众之下你说你跟高经理在一起了，你说你们有孩子了，你们是真感情，你逼我离婚。你化验单是假的，假是假的。什么是假的？化验单是假的。化验单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高建玲，秀兰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当时郭燕她姐姐怀孕了，她就央求她姐姐帮忙做了一个孕检。院长跟我什么都没有，没，院长是清白的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俩从来都没有任何事情，都是我的错，全是我的错。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这样的？
你怎么才来呀？对不起，秀兰姐，三十多年才说这些，我爹呀，爹呀，对不起，秀兰姐，对不起，都求你原谅我，对不起。你给我住嘴！你的一句对不起，你的一句对不起，能弥补我们家30多年的时间吗？你能还给我30年的人生吗？你害得我们家家破人散啊！我跟高建岭离婚的时候，我儿子才1岁，我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太恶毒了，你太恶毒了。你太恶毒了，恶毒的简直不配人原谅。走走走走走，离开我家。对不起，秀兰姐。30年。怎么会秀兰，我知道你现在想静一静，我就在外面啊。你什么时候出来，我都在啊。小雷，大中午的叫来干什么呀？最近忙什么呢？你这还没过门呢，又开始行使姐夫权力了啊？怎么着，是替我爸管着我呀，还是替冠雨晴出气呀？我们俩能好好说话吗？忙什么？忙着活呗。哪天要是累了，不想活了，指不定就给自己一刀，一了百了。我见识过你的胆量，你下不去手。你找我来就故意找茬是吧？用尖刀插入胸膛，首先感觉到的不是疼痛，而是恐惧，然后身体有冰凉的感觉，因为你的肋间血管和肺被刺破，大量的鲜血会狂奔而出，占满你整个胸腔。你胸腔内的负压被破坏了，你的肺会迅速被压扁，大量的血液也会进入同样被割破的气管，这个时候你的嗓子会发痒，但是咳出来的却是有着鱼腥味的鲜血。血液是热，可是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冷，你的视线开始模糊，感觉变得迟钝，就像整个世界在远离你。你的灵魂会向上飘，你的身体什么都做不了，这时候后悔就晚了。回来了，
给我去个地方。不是，真这么吓人吗？啊，那差别的地儿呢？秀兰，你是搞调解工作的，为什么一轮到自己的事情你就反而这么急躁，这么武断了呢？你没有资格说我。我徐秀兰一辈子，我行得正，站得直，包括你当年出轨的事儿，我没跟儿子提半个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想留点面子给你，免得儿子看不起你。出什么鬼？那件事情我已经反反复复地跟你解释好几百遍了，那纯粹就是个误会，你就不能相信我吗？当年的事情咱们不提了，不提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调到雁西医院那是组织上的安排，不是什么处心积虑。我了解清风的梦想，他的梦想就是要在雁西成立心脏移植中心。醒了，没有，我醒了。不是你这样睡多不舒服啊，戴着眼镜。舒服，不是，我就习惯了。哎，秀兰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做点吃的。没有没有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哦，你说你说。啊不，你别过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心里想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啊，千万别憋着。我好好想了一下，我还是恨过燕儿。是啊，他对咱们家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我更恨我自己。自己当时太骄傲太固执了，把你面子看得比天大，所以我能够对你信任一些，耐下心来听你解释，也就不会让咱们家三十多年这样分离，而且也不可能三十多年没有爸爸，所以我恨过儿更恨我自己。秀兰，千万别这么说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么多年以来，我非常后悔。如果我当初能够再耐心一点，耐心地跟你解释清楚，努力地让你明白我的心，那么咱们一家三口就不会分开这么多年了。不赖你，是我太志气了，真的，我太志气了。我始终不肯坐下来说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首先要提出离婚，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我徐秀兰不要你高建岭的，我这样才能挽回面子，全是我的错，我真的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儿子，是我错了，真的是我错了。秀兰，你可千万不能责怪自己呀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出现任何问题它都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责任。还好，这个心结终于打开了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啊，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不想浪费了。我们要把我们失去的那些日子全部都给弥补回来。你我还有咱们家清风，咱们一家三口又团聚了。那就是咱们现在最幸福的日子啊。不好的事情啊！啊！嘿，怎么着？
让我去给120开车当司机，不是当司机，去抬担架。你让我去抬死人呢？是抬需要救治的病人。我有同学是急救中心的主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，只要通过培训和考核就能正式上岗。我就知道你能给我介绍什么好工作呢？关志雷，你到底想让你爸妈替你操心到什么时候？尊重和信任是要靠自己争取。别看那平板了，眼睛还要不要了？赶紧吃饭。哦。来，谢谢。吃烧饼吗？我不吃。包子呢？吃，大早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怎么慢慢吞吞的呀？赶紧吃完上班呀，不怕迟到啊？我十点的手术。我十一点才开会。哦，哎呀，那不急。妈，你早上是不是没煮到时候啊？是吗？着急了吧？没有啊。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您有事儿您忙您的，不用管我们。没有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就看你们平时火急火燎的，突然你们一放话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不急不急，你们俩那快吃。难得我们可以慢慢悠悠的吃个早饭，不用着急，阿姨，慢慢悠悠的。别着急，慢慢吃。嗯。才八点多，我九点左右来得及。啊，是来得及。慢点吃啊，不着急。嗯，好。哎，吃点这个，妈拌的这特别好吃。那煎俩花生呗。哎，好。妈，谢谢。你也吃。嗯，你不管我。嗯嗯嗯。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你别着急，慢慢。对对对，我慢慢的。嗯。啊，我们走了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路上慢一点啊！好，阿姨再见。哎，好，再见，路上慢一点，注意安全，离十一点还早着呢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大爷，哦，这个不好看，上这儿来拍。这个背景挺好看的哈，你看。啊，好看、啊！哎，这个好看，可以放朋友圈这个。我天，还真走了。嗯，谁呀、啊？让你猜猜我是谁？老高，你快松手，松手，快点松手。我就不松手。来来，松手，你松手，松手，别这么多。我不松手。你快点松。我不松手。我生气了啊！哎，你别生气呀、啊。多大岁数了，这弄个小孩的玩意儿，大岁数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岁数正当年，你看看你怎么回事啊。啊，我给你发微信让你回去吗？那我不是也给你回微信了吗？我说我会一直在这等你。这么多找麻烦。不麻烦，秀兰，咱们已经错过35年了，时间紧呐、啊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恋爱。你松手，这么多人看着咱们呢。快快快，我看吧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正常谈恋爱，我怕什么？小点声，我就不小点声。你小点声，好，我小点声。多大岁数谈恋爱？多大岁数啊？再说了，那谁说岁数大就不让谈恋爱了？啊，既然我们可以重返校园，那我们就可以重走青春路，好好谈恋爱。走，来。带你玩去，走，关总，来来，来来，来来来来，蓝蓝的天和白云，真好玩。这都是小孩玩的。我们就是小孩，我们今天就小孩了，怎么了？干什么干？我们小孩，谁也不用看谁啊！来来来来，小孩，我小朋友，玩，不用晃，不用晃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你玩啊？我教你怎么玩啊？啊，哎。
发微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到现在不回我。我也给高院长发了信息，我问他在忙吗，也没理我。你说他们俩会不会在约会啊？很有这个可能。哎，虎子无犬父，我爸本来就是个行动派，这会儿他要是发起总攻，我妈还有点失手了。那你是不是行动派啊？不是说了吗，我是虎子。那今天家里也没人，要不然上我那去吧。不是说了吗，家里没人，为什么去你那儿啊？那万一待会儿你妈回来都不尽兴啊？有道理，走吧，听你的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不行你不知道啊？行，你快点。这事儿快得了吗？墨迹。让你看看我的实力。行。哎，爸爸。再讲。来，你不让我一下？啊，要让让让让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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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在天涯，不是说放下就可以放下。再回首，哎呀，冻得真的我的心脏。我心脏受不了，咱走吧。适应一会儿就受得了了。别走，别走，既来之则安之嘛。你看看，大伙都挺好的啊。怎能不牵挂？我接个电话。忘了他，接个电话。就像忘了一朵花，就像忘了哭过的青春。笑过的年华，忘了吧，忘了吧。哎呦，怎么停电了？啊，停电了？停电了吗？哎，没人呢。哎，来了。下面这首歌，我要送给我最爱的妻子秀兰女士。这首歌里有我们的青春和回忆，希望大家都能喜欢。山水朦胧，一次心动，一生遗忘。小歌伴唱，长路思量，一次心动，一生遗忘，一次心动，一生遗忘，一次上课去了，七点就上课呀。你说他要真跟我爸谈恋爱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他要因为谈恋爱而逃学，到了期末咱俩
有脸去开家长会吗？反正你又不去。你不在群里给他签字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不过，你妈要真的谈恋爱了，我还挺高兴的。你看她现在每天美滋滋的、乐呵呵的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看我的眼神都温柔多了，多好啊！这倒是。你不会就喜欢她管着你吧？对呀，我妈终于把我放养了。哎，像不像我妈那个？你妈这样的，我不管了。在这边，这边。你是患者家属。啊，病人在哪儿？病人在楼上。雷子，把家属证都带上。哎，好嘞，走。你快点啊！哎。有可能是心梗导致的昏迷，注入静脉出路。好，建立静脉通路，快点。好，好。静脉通路建立，上报销。好，口腔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静脉脉搏恢复，可以转达。好，叫人抬担架，转送。担架，担架，赶人过来！叫几个人？快！一、二、三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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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，走，走！来，我先出去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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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我这边来，慢一点啊！雷子稳住了啊！哎，稳住，稳住！哎，慢点。哎，你让我先出，让我先出。哎呦，我操！刚才举高了那个。好好好，前面那个抬平稳了啊！小雨台阶，小雨台阶，三点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从这边过去，来，再往前，再往前来，好，好，好嘞，大东你先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慢一点，走，好，好，来，辛苦大夫，走，来，检测一下，好。起来啊！哎，就是喝多了，这回有经验啊！来，没事了啊！扶他一下啊！你跟谁呢？哎哎哎哎哎！累的都直不起腰来了，干啥呀这是啊？哎呀妈！哎，慢点喝，别呛着。慢点。刚开始干担架工都这样，慢慢就好了。慢点啊，别呛着。我快心梗了。干这个哪有不受累的？大小伙子怕啥呀？以后慢慢就适应了。他妈适应不了！哎，不是，还没长大，还不知道适应不了，也得适应这个道理，慢慢带吧。徐金凤，看看，啊，老他妈不干了，你是不是耍我呢？啊，这工作又臭又累又脏不说，吃饭都没个饭点，我下午五点才吃上中午饭，一天不是在路上颠着我，就是在抬担架，我腰间盘都突出了，好吧？牢骚发完了吗？你想听啊？想听我能发一天？真不想干了。不干了。好，
干与不干，你自己拿主意。我还有个手术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告诉你个数字，你上了四天班，一共救了17条人命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在哪儿呢？出车了。哎，就来就来。告诉你个数字，你上了四天班，一共救了17条人命。打了120啊！电梯坏了，走楼梯。炖一只老母鸡，
来一个红烧排骨，再炒俩素菜，行了。够丰盛的。这些日子啊，我看咱们宝啊，脸烧了一圈，心里还真挺心疼的。哎呀，你这话让我听听就算了，千万别让儿子听见，别到时候他又觉得你在给他撑腰，在打了退堂鼓。知道知道，当着他的面，我就装没看见。哎，你说，他整天跟清风闹不对付，这清风给他介绍个工作吧，他还挺上心的。正好借这个机会啊，也让他磨磨他这不着调的性子。哎，陈科下猛药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这回绝不能半途而废啊。快救救我老公！患者什么症状？他心脏病犯了，吃了速效救心丸都没用。患者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心肺复苏，心电图，雷子，上报球。哎，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我！我们尽力。注意集中，再来。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。上担架，上担架，转医院。儿子，别玩了，快送你爸去医院了。一天到晚去医院，你一个人去就行了，忙着呢。去医院了，别玩了。走，送你爸。我拿东西，我来拿。太感谢你们了，今天多亏了你们。然后你看咱这边费用怎么结？先去挂号处交费吧，其他费用跟我到车上结。啊，好。有爱就